来看镜头，看镜头，耶、我们今天来海边一去下午茶，耶、太酷了吧！有谁像我们一样跑到观音海边去吃下午茶的？ Yeah. 也是只有我们啦。大家，我们现在在观音海水浴场，是观音海水浴场吗？对，观音，观音没错。这边的风景差强人意。你为什么来这边啊？北部都在下雨啊，只有这里没有下雨啊。那如果脚要一泡一泡，对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可以把这衣服上来架起来，之后我们可以拍一个景。啊，若妮你也太专业了。我为了你，我有专业吧？真的耶，超级专业的。然后我帮你把茶给倒。你为何我们要戴口罩？你不戴啊？我不要戴。不要戴啊！现在应该不会被那个吧？对。如果真的有，你们再拿起来戴就好。哇。等一下这段我回去会用哔哔哔的声音。这个很适合配。是啊，所以你们跟我说要配甜点吗？真的，昨天冒大雨。若您这个是什么茶？红茶，台湾高山红。台湾高山红，喜欢。然后就可以把手放上去。所以大家都没戴口罩。不要，我要继续保持神秘感。等一下，我要先拍一张。我要保持神秘感，先拍一张。不然我影片里面帮你上一个兔子啊。好，我要保持神秘感。先不要摸手。这样子感觉拍起来就很棒。这两位美女现在单身哦，各位，我会在下面打那个交友专线电话，有兴趣认识这两位贤惠的女生，可以打以下0800。好，零八零零。太好了，那我放上去了。好啊，现在我们要做一个下午茶混搭的动作。来拍。寿司看起来很好吃耶，超好吃。他说那个洛梨是他招牌的，你在叫我吗？洛梨。等一下我们来表演寿司放在洛梨身上。人体寿司。晚一点去就没了。有听到没有？人体寿司晚一点就没了。对啊，晚一点就没了。我先包了。怎么可以接得那么好？我觉得我们内容太十八禁了啦，这样不行。呀、yeah, ，好美哦！我说 BB 音式下午茶，混搭音式，这个应该要在叫做环游世界下午茶吧？就饼干是美国的，然后腰果也是美国的，中间这个是什么？中间这个是台，所以是台式加英式混血下午茶，然后下面还有日式寿司，赞哦！各位让我自录一下产品。各位还记得我上礼拜介绍的这两个产品？哦，谢谢。赞哦！你们觉得要打火机吗？好像很快就会被吹熄。看你们想点。可以啊，先点点看。我们等一下点吧。好。可以帮我录影吗？有开心吗？已经开始了哈。有，已经开始了。要先点火吗？好。等一下，那我拿我手机。寿星手会抖，我可能会点不着。再问一下。寿星先说个什么生日愿望？我怕这个火等下熄了，所以如果熄之前还讲愿望，这愿望没办法实现，还是算了。我来点好了，等我一下，我先那个。我觉得好像真的会点不着。我来。等我一下啊，我点小宝。他这个。我来，整人的吗？这是整人的，我来，整人的，我来。有的，它会飘它会飘啊！好嘎仔，我还没有许愿。我有一点沙会碰到你的，没关系。没关系。对，好难点没关系啊，那不要点好了。
我自己后置那个，不是应该说点上去它还是会熄。对啊，风太大了，它还是会熄。你就当作有火吧。哎，你很会选我口味，我正好就是非常喜欢吃这种。我有没有厉害？这个谁选的？这你帮忙大家选蛋糕，他负责。有没有厉害？蛋糕他负责。哎，若宁，要不要介绍一下这个蛋糕？这蛋糕是若宁自制蛋糕。这是你自制的？我自制的。对，各位0800090088，请找若宁小姐，这位单身美丽的女人正缺男朋友。可是它的上面这个是花生口味的。然后这个起司塔是我买的，原因是因为呢，我怕说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吃蛋糕，对，所以用冰库不好，所以我就很是啊。哦，谢谢若宁，我今天来庆祝我的30岁生日。哦，你不是28吗？哎，没有，不行，我要在里面当年纪最大。哦，好，才有机会可以一直比我还要年轻吗？啊，没关系，28，那我们28。好啦，谢谢两位，很开心在海边过生日。哦，来拍一张。